先跟迅姐聊两句哈。啊，迅姐，那个参加了月下之后，你有什么变化吗？嗓子坏了吗？<笑>变化其实就是，我觉得这个<笑>嗓子有些变化。对，一会儿大家习惯就好了啊。<笑>我觉得月下是有魔力的。是。 自从参加完月下之后，我的歌单里面瞬间多了500多首歌。啊，月下它会是，就是我的一个按钮。嗯嗯，就是一按，然后又开始按音乐了。哎，不行，他这声音太魔性了，特别像，特别喜马当中，他们说"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"。鬼啊！真的是。